人要获得别人的赏识，就一定要懂得表现自己。如果我们今天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，别人欣赏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本身啊，就要将我们自己本身所懂的一些才能，所拥有的一些才华呢，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得到。如果我们今天将自己本身的才华隐隐藏藏，不想给人家知道我们懂得什么，因为很担心啊给别人利用，如果我们是拥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，拥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的话呢，那肯定的别人就不知道我们懂得什么，我们拥有些什么才华的。人拥有这些天赋的话呢，必须要懂得展示出来，他才能够真正发挥出他的效益。如果我们今天拥有一些才华，却不愿意把它使用出来的话呢，那肯定的，我们本身的才华呢，就白白的就浪费掉了，我们就没有激发出我们拥有的一些潜能。尝试展示我们自己本身的才华，让人家来赏识我们吧。